拐子妈！你买的不是拐子马吗？你才买拐子马，那个大块头，我买拐子马，我傻呀！高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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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，好，好，滚蛋。这高手我要了，开个价吧。我也只要看得起。
那就5万块吧。哎呀，5万块？5万块？你有这个命花吗？啊？500块钱，人我领走了。五爷，你这……好好好好好，替他下盘，替他下边。不赌了，丢人啊！起来呀，往死里打，别留余地！情况有变，有变化。你倒是早说呀！我的钱呀，六子，六子！你回去给你妹，你告诉她，以后少惹事儿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谢谢你啊，你给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啊！嗯吧，以后有事就找我啊，好办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切，鬼子你太棒了。嗯。这次比武不只是比赛那么简单，举办这个擂台赛有两个阴谋，去株式会社取话救人，在那个孩子没有救起来之前，拐子马会尽量拖延时间。
打得挺精彩的。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。中国人很狡猾的，李武不应该待安琪。义弟到底有没有安琪？不能有。你觉得好看吗？那个，我想都打完了，赶紧上来吧。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的这个拳手什么人？你放心吧，都是花钱雇来的。Thank you.
周边先生，你那个小拳好像不敢出手啊。一定是那个瘸子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。江会长，你是不是要和他打声招呼？九姑娘，要不你跟马师傅说说，让他让着点小拳。这还怎么让啊？小泉先生，你怎么不打他呀？你打呀，小泉先生！我怀疑他心里有暗器。哎呀，什么暗器呀？不就是双破鞋吗？什么暗器呀？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是双破鞋，不是暗器。你打呀，打呀！拐子，拐子。你使什么阴招？他怎么不动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死瘸子！什么人？中国人。来干什么的？给你们两个选择：一，把孩子放了，滚回日本去；二，你们会死得很惨。啊！
小朋友，不要怕，阿姨带你去见爸爸，好不好？嗯，乖。来，起来。小朋友，在这等着阿姨，千万不要乱跑。你要去看星星，我就带你去看星星。你要去看月亮，我就摘个月亮给你。他感动，刘向林痛哭流涕。刘向林啊，我滚！人家有男朋友，怎么了？有人打我。谁呀、啊？谁？就是那边那个男的，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。我刚一过去，他二话不说就打我。这哥们是个练家子，秀才有病，有理说不清啊。奶奶的，老子让你去想办法。哎、好，我想办法，你等着。
这个拳手武功一般，抗击打倒是很在行，不过这样下去，窦烈先生你放心，马上就打，马上就打。江会长，你不会和我耍什么花样吧？窦烈先生，你这说哪去了？我哪敢呀！
刘先生，这局的时间该到了。耶！大出来！大这时间都到了，赶紧敲锣！再打一会儿，赶紧的，赶紧来，赶紧敲锣，敲锣呀！这时间到了。哎呀，你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哎呀，你搞什么呀？这是你的活吗？停了，挺好。对于你儿子的生死不太在意。鲁宾先生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，我儿子看来我是小看你的实力。打，马师傅给我往死里打。哎呀，打！好！Yeah!
和陆边生说话算话，你赢。不孝，明天我就送您回家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就托梦给我吧，爹，我可怜的爹呀，爹，爹，把佛头藏在了棺材里。嗯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，太没人性了。崔家的祖坟在租界外的南山，而崔宅呢又在博物馆旁边。他们血洗崔家，这样呢既可以引开拐子马，借机取走佛头，又可以
借崔家出殡之时，将佛头藏在棺材里面运出去。这样呢，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。小花，运回内地。明白了。佛头现在在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。既然他们已经得到了佛头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地运出去。果然有人劫车抢佛头，这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。又可以借崔家出殡之时，将佛头藏在棺材里面运出去。这样呢，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。等下了葬，再挖出佛头，逃之夭夭。哼，计划得够周全的呀。领导，咱们该怎么做呀？保证明天顺利出殡。赵公使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公三代表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德川株式会社代表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时辰已到，起灵柩了。咋回事啊？咱们一二三，咱的臣呢？我听老一辈说啊，这死人呐、啊，怨气越重，这棺材就越重啊，这也太重了吧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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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散开一点啊！走开，慢一点。刘探长，哎呦，路边生的，哎呦呦，你好好的，你过来凑什么热闹？崔家不幸，我们来吊唁一下，不行吗？行啊。哎呀，现在流行了，这个黄鼠狼给这个小鸡崽子拜年。哎，对对对，路边生的。昨天这个上头可跟我说了，说这个让我好好的保护你，又不能打压你们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们，不能让你们受到伤害。嘿，不过呢，这个冤鬼索命啊，可太可怕了，谁都管不了啊！哎呦，迟早我要除掉他。叔，你找我？别叫我叔了，告诉你多少遍了，别管我叫叔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得罪姓宁那小子了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人告诉我说你故意跟他较劲啊，这要是传到黄总督察耳朵里，连我都得受拖累了。你这样，你想办法跟他是个好，起码面子上得过得去。知道了吗？听话啊！哎呦，别管我叫叔了！哎呀，
明探长，久等久等。鲁边先生，请客还让客人等，不太合适吧？崔家出殡，我们顺道去吊唁了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请。看在美代子小姐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计较了。路边先生，上回那批货还算顺利吗？多亏宁探长帮忙，改天一定重谢。小意思，这都不叫事儿。哎，我能耐大了，知道黄总督察吗？哼，我舅舅，亲舅舅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宁探长，多谢帮忙。能为美代子小姐服务是我的荣幸。宁探长，佛头的事查得怎么样？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，不过我可以断定，这佛头他还在租界，只要在租界，我就肯定能找着他。那如果我说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呢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清楚，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了，而且是通过宁探长你的手出去的。你们那批货里运的是佛头？你们偷的佛头啊？宁探长，你别慌啊，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那你总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佛头是你放出去的吧？你放心，我们会替你保密的，毕竟咱们上的是同一条船，走的也是一样的路。你们想让我做什么？不着急，先喝酒，有事了我们自然会麻烦你。会长一定很吃惊，我告诉你我有关佛头的事情吧。
这就是我要替你抓住的猫尾巴。这只猫以后会很听话，比给它吃了心还要听话。这个女人太自信了，早晚会惹出大麻烦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管我们是什么人？把佛都留下！好呀，严！呀！他！冲啊！这！停！撤！you
么多人，你老追我干嘛呀？是你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真是小瞧你了，原来你还有这鱼死网破的胆子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委曲求全，我就为了把你人赃俱获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呀！呀！呀！好了，不用追了。咱们不能把警探的活全给干了，走去看一下佛头。哎，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。必须的，纯爷们儿。哎，刚谁给我推出去的？这帮人也太狠了。好了，大家抓紧时间把佛头运出去吧，走。哎呀妈呀，刘中华呀，刘中华，你没脸你知道不？哎，你说你这，你说说你弄的这是啥事儿吧？你没脸呀，你以后凭什么混啊？连老天爷都不帮你，你大晴天你下什么雨啊？你美代子小姐，你这是？佛头呢？佛头你们不是已经运出去了吗？还跟我装？你以为我原以为我们能上一条船，可现在看来你没这个命。热血青春，来吧！
行动。辩证方向，看守犯人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上。
你一上。哎，他们只有一个人，一定要抓住他们，给我冲！长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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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官。这么多废话，太帅了！你能温柔一点吗？那你就得忍着了。人不轻浮，伤口自然好得快。怎么样，都安排好了吗？嗯，安排好了。这一次多亏有你们，还让刘公子替我受了这么多罪，谢谢。还好没有什么闪失。对了，名单安全吗？名单很安全，我藏在监狱里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是观澜凤凰那个监舍里面。阿梅，嗯，监狱开保了没有？听说明天一早就开始，我正想去接拐子还有蓝妹一起出来呢。好，那刘公子，不会吧？你总得让人把伤养好了吧？哎，凤凰哥，哎，你看看这个气场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俺要跟他一比，必侠。对，你看看他这是头足之间都透着气场，这叫气场，看见没？你们放心，凤凰会不仅会帮你撑腰，也会帮他撑腰。总之呢，就是公平公正。凤凰会就手，这好啊，大气啊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团结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团结，明白没有？有团结，团结，团结，走。嗯，以后进来敲门啊！哎，过去。行了，你们回去每屋都传达一下，下午开会的时候一个一个汇报。
一定一定，走吧走吧走走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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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